一唱雄鸡天下白，万方月奏有于天。毛泽东笔下的于天指的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地区。今天追寻的是西域36国之于田国和精绝国。途经尼雅遗址，这里就是鬼吹灯第一部里的精绝古城，未对外开放。在和田博物馆，我们见到了尼雅遗址出土的瓜果、种子、茶叶、精美头饰。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的精绝人已经开始如此精致的生活了。想要打卡南疆的异域风情，就不能错过团城。这个以爱与望式建筑为主的街区，是维吾尔族典型的民居建筑。从院落蔓延出来的葡萄藤，顺着支架越过街巷，形成了夏日里独特的绿色风景。号称全国十大夜市之一的和田夜市，有各种特色新疆美食，喜欢热闹的可以来体验下，追求口味的就不推荐了。一路向西，下一站见。